英哥好啊，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，我呢是一个戴眼镜的啊人，然后呢，我这边就发现啊，咱们国产的镜片确实没有日本的做的好。日本是啥镜片？你比如说像日本的尼康呀、蔡司呀，包括东海，因为我高度近视，我1200度，把狗头表情包刷起来。不是，这是真的，因为我1200度，带200度散光，我这边国产的镜片，你像明月呀、伊势路呀，我都配过。然后呢，我就发现，确实尼康，包括现在东海1.76的，确实要比咱们。哥们儿，我还没搭茬呢，你往下念啥呢？你搁这儿，我搭茬了吗？我还没说话呢，你着急往下念啥？着急进行？那你一直念到完吧。我没念，我是不是你跟你这个前你起手记零真起手台词一模一样的，不是仨了，哥们儿，今天你是第二个了，别说这月仨，今天你是第二个，台词一模一样的，为啥屏幕给你刷狗头知道吗？因为我们都听过了，就前面今天前面刚两场跟你台词一模一样的，提的什么尼卡蔡司顺序都他妈一样的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我今天刚配的一个东海的眼镜啊，他说他也今天刚配的眼镜，我可以给你，可以给你发个截图。我现在怎么的？你们现在这是怎么的？配完稿还配图，以验明正身？不是啊，我是今天刚配好，花了2000多块钱所以呢，去眼镜店，人家就说你要好的，那就只能是日本牌子啊，国产的。哎，我问你一个事儿，咱俩说个题外的，哥们儿。你看没看过就是那种老外的视频，就是那个就老黑晚上准备打 PS5， 完把手柄往身上一放，完了之后啊 ，Coca-Cola with ice check， popcorn check， video check， music check， 你看没看过那类的视频？就是属于就是晚上打游戏了啊，冰可乐就位，哎，爆米花就位，巧克力就位，灯光就位，我媳妇儿就位，准备开始，你看过那个吗？那个没有。就大概我说一下，你我说刚才说的一下，能感受到吗？感谢风险哥跑车啊，能感受到吗？那其实我感觉是这样的啊，就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我准备潇洒一下子，我怎么才觉得潇洒？就是古巴的雪茄摆上，哎，来自那个智利的鳕鱼子给我摆上，哎，来自那个四平的红宝来摆上，就是各个来自各个地方，就等于我享受全世界各地最知名的他们代表作的东西，我放到我的生活里，我摆上，我觉得挺牛逼。这个事儿你能懂吗？我明白你的意思。那你其实你现在你问这个镜片的时候，它不就等于啥呢？我配眼镜我使2000块钱的镜框，华为的智能的镜片，我使的是蔡司的。哎，业界认为最好，但别管好不好，确实看人没有说特别真亮，但是，哎，确实挺好。完了那个，戒指呢？我戴那个墨玉的啊，墨翠的戒指。华为我戴18K 的，这不听起来说组合起来不挺好？它哪儿有不禁要问的点啊？就说我必须得什么东西必须得是我镜片华为的，镜框华为的，镜这里面螺丝也是华为工厂拧的，戒指华为的，手表华，非得就都得是一个地方的吗？就真说有国外产的能怎么着呢？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啊，是这样的啊，我呢是因为我从小就高度近视，就是，然后呢，你不能套这 buff， 你就多余长那眼睛。我说白了，我戴了十几年眼镜，我就是因为我以前呢就上学配不起贵的，现在自己上班，你看躺着，你坐干，然后我就配了这个。你刚才都他妈打呼噜了，你说你睡不着，我再天天说，我把降噪都打开了。但是呢，我就觉得吧。确实，因为之前戴国产的镜片儿，一年基本上就看不清了，就花了。看不清什么感觉？镜片模糊了。对对对，它不是玻璃的。不是玻璃，我戴树脂的。啊，你国产没有玻璃的。有玻璃的，但是玻璃的清不清楚？就树脂是啥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环氧树脂是啥？知不知道是啥是树脂？因为我知道是你搞的还没写玻璃镜片，你搞的还没写，容易打，容易碎啊，脆啊。啊，你一年平均掉地上眼镜掉地上几回啊？挺多次的。啊，掉地上就是你摔碎过眼镜吗？曾经？
摔碎过呀，我之前配过贵的眼镜啊。你现在用的这个树脂的不碎啊？对呀。啊，你现在用的是啥的呀？我现在刚配的是那个东海的1.76的那个。摔一下看碎不碎？摔不碎啊？啊，摔不碎。我今天把我之前旧的眼镜，所以我就咱就假设你的逻辑合理，咱假设蔡司真是日本的，咱也假设你东海的确实是摔不碎。咱也假设你的树脂的确实是用的模糊看不着，所以就是说用玻璃的清楚但容易碎，这个基础道理懂吗？基础道理能懂吗？懂呀，懂这道理啊。嗯，那你逼他啥呢？我的意思就是我啊，你这样式的，我可以相信你，哥们儿，我可以相信你这样式的。我想你能不能开一下摄像头？如果我看着你的眼镜片确实1100多度。行了呀，行吧，打开，咱俩就可以聊啊，来吧，接受吧，来。稍等，我开个灯，好吧？哎、这个好喝呀、啊，这个。凉，太凉了。稍等啊，我这边因为在卧室，我把灯开一下。感谢我土豆哥打抖音号、啊嗯，看一下，能看到吗？你接受了吗？能看到六看到的。你怎么十个手机你跟我妈是能看着，你点的接受了吗？他去实名制去了，没实名制。啊，不过说回来，这蔡司的这个眼镜片啊，确实是擦一下，确实是干净，确实比我之前使那个。走了，身份证不通过，哥们儿，实名制认证没认过。啊，填的日本身份证啊。啊。不能吧，签个名签身份证号，这玩意都手拿把钱背下来的，怎么一认证还认证错误失败了，我给断开了，怎么还偷你老舅身份证认证啊？感谢残猫捕捉队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我说啊，这是不是今天有没有之前那一场，就是说这个眼镜片的问题不在的，完今天前面刚听完这个蔡司眼镜片的问题，有没有听两遍的？有吧，有新粉丝吧，包括黑子，咱说实话是不是也听见了？你说他们不拿钱挣稿费，你硬说没有，我是相信的。但他这是怎么做到出奇的相似到这个地步的呢？我好奇了。真不好奇一下吗？他们怎么做到出奇这么相似？是怎么回事呢？真的，咱们细品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做到这么相似的呢？谁到了这16亿拎出来了，就这效果吗？没文案了。感谢您有魂，再大不理人，定海神针啊。蔡司就有点贵，蔡司一套镜片多少钱呢？我花钱请的，嗯，这当然最符合你的认知了。